今年跨沙小啦，啊，你讲下巴骨去马甲去沙小啦，来输赢啊，还袂落来啦，输赢。喂，来啦。今年跨沙小啦，啊，你讲下巴骨去马甲去沙小啦，来输赢啊，啊，生气啊，你袂甲你哄去沙小啊，你还袂落来啦，输赢。喂，小公主，你来啦。没有啊，我在告诉整个洗车场的问我多爱你啊。好，那我也爱你吧。我也爱你哦。一格一格啦，一格一格这样子，一张照片一张照片这样看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可以去吗？我明天就要去泰国玩了，我女友现在叫我把那个出国的群组拿出来，我现在检查。一格一格啦，一格一格这样子，一张照片一张照片这样看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我可以去吗？这可以去了吧？啊，可以了哈，谢谢哦。刚刚哪个女生看到你这里？你说一定有。对啊，我们才想问你，就是你刚刚去哪里了？现在有九亿，是已结婚回前头？是吗？是吗？你解释一下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百口莫辩，回家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藏了啦。只能说这段感情可能就到这里了。到底是什么啦？你刚刚去哪里、欸？是什么？你刚去哪里啊？我们才想问你，就是你刚刚去哪里啊？是什么？哪个女生躺在你身上？没有吧？不要问，不要问，是你的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在贴假睫毛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藏了啦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刚把影开很久嘞、欸，我要哭了，应该出去外面很久嘞、欸。现在有九亿，是已结婚回前头。是吗？现在看起来不是。现在有一点点。你现在还要选择吃东西吗？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刚刚哪个女生看到你这里？你说一定有，一定有人这样子抱着的时候掉在上面的。那个是一串的。那个不是我的。完了。百口莫辩。回家吧。我要去 F 的 party， 你自己回去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You 真的很直男呢、欸。我这一次又直在哪里？我气到讲不出话来。什么地方？你再认真看一下你女朋友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不想跟直男交往。对。我懂，我懂，我都有注意到，我都有注意到。你真的很直男呢、欸！我这一次又直在哪里？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气到讲不出话来！气到讲不出话来！这一次气什么？就很直男呢、啊！什么地方？啊哈！你先讲，你再认真看一下你女朋友好不好？我女朋友很漂亮啊，怎么了？那为什么很漂亮？啊，她本来她天生丽质，她没有办法，她就很漂亮啊。不是。不然呢？口红吗？对。这、啊、不是涂口红怎么了？很正常不是吗？啊，你上车，你女朋友平常就在涂口红，男的涂下口红你都不会那个啊、哦？哦，好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我都有注意到，我都有注意到，真的，我知道你有涂口红啊。哎、啊，你刚才没有讲。啊、哦，我不想跟直男交往，我要找我的 gay 蜜。喂。喂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开视讯给你看哦。好好好好好。你看我。哇哦，你涂口红怎么那么漂亮？对不对？哇，太美了吧！你看，这才是该做的样子。我很累，我真的走不动，你有什么地方啊？很多时候，我们都遇到女朋友走不动的情况，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稍微骑她一下，她就会进入暴走模式。常来这边的。好。我很累，我真的走不动，你有什么地方啊？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女朋友走不动的情况，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稍微骑她一下，她就会进入暴走模式。我上次跟我前女友很常来这边的。好。但速度还不错吧？那如果这时候要让她加速呢？很简单，这时候我们只需要轻微碰她的手，她就会立刻加速。哎，宝贝。这样就成功了。那如果要让他右转呢？这时候只需要提前出现在他左边，向他拥抱，这时候他就会右转。很简单吧？嘿嘿嘿，左
左转也是同理。那这时要怎么让女友停下来呢？这时候只要说一句，你生气走路样子很像我前女友，她这时就会停下来了。 OK， 我们今天的驾驶女友小教室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拜。这女友很奇怪，她是辣辣，她是除毛的。我觉得啊啊，这个啊啊啊，一二三。你在干嘛？不连这女友很奇怪。怎样？硬硬的。不是，这个是辣。辣？不会辣，哪会辣？这个很好，香香的、啊。那你现在卸掉。这个是辣，辣，它是辣，它是除毛的。你辣干嘛放在？啊啊！我帮你，我帮你，还是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三、二、一。我觉得那个啊，我觉得啊啊，这个啊啊啊，一二三，很长。要刮腋毛的时候，那我哥刮胡刀刮。嗯，如果我是你哥，我可能真的会发飙。我还要继续用啊。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唐呢，你的刮胡刀。同学，告诉我一个你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就是我很常要刮腋毛的时候，那我哥刮胡刀刮。嗯，好，我手上有3000块，如果你现在打给你哥，然后你告诉他这个秘密，我就把这3000块直接给你。好。OK， 那我现在打电话。哎，刮腋毛真的。如果我是你哥，我可能真的会发飙。喂。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请说。就是讲事情，还要请同学帮你。闭嘴啦！我很常拿你的刮胡刀刮我的。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。我都有放那个新的在那个盒里面。真假？硬要拿那个，直接挂掉。我还要继续用啊。好啦，那你挑战成功了，我这边3000块，我直接给你好吗？恭喜你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你挂哪里？一下。哪一只？就其中一只啊。我哪知道哪一只啊？我哟。女生都会拿刮胡刀刮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要拿男朋友的刮胡刀？你买3把哎、欸。我买3把，可是你要扔出来啊！因为我嘴巴之前刮一刮，这里会长痘痘。怎么长痘痘？我怎么知道？为什么刮胡刀都是开的？欸、你拿来刮哪里啊？我需要刮哪里呀、啊？你屁！你那边有没有毛？那边没有毛。那你挂哪里？一下。哪一只？就其中一只啊。我哪知道哪一只啊？我哟。你有做记号吗？哈哈。哈哈，什么？他叫刮胡刀。女生都会拿刮胡刀刮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要拿男朋友的刮胡刀？你买3把哎、欸。我买3把，可是你要扔出来啊。用完的时候，我也有用后面盖子盖起来。你说你都有盖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他现在都没有盖子。盖子被用丢了、啊。好，赖对哦。假设你用的你都有盖子，后来我盖子全部都不见了，代表说我都用过。难怪我嘴巴之前刮一刮，这里会长痘痘。为什么长痘痘？我怎么知道？问你的意思啊。人家女朋友哪会拿那个啊？不用知道，你好了解。应该不会吧？啊，你刚怎么那么笃定啊？我没有笃定哦，这两个都没。你要走去哪里？回来啊！你要走去哪里？哈、啊，回来啊！回来、啊，讲清楚嘛。哎，为什么要拿男朋友的刮胡刀？你买3把哎、欸。我买3把，可是你要扔出来啊！用完的时候，我也有用后面盖子盖起来。